文老爹赶电玩。大家好，嗨，各位观众，相信大家都记得哦，老爹的这个豪杰已经洗出超级神装了，暴击率暴击率，伤害率伤害率，攻击力攻击力攻击力，攻击加成攻击加成攻击加成，好来，超伤，礼包区，我领，万能热血礼包，我买，技能养成礼包，我买买买，天赋印记礼包，我买不完。好，这个我不买了。来，各位观众。啊，期待してるぜ。老爹的豪杰。攻击力本来676哦。来，我改造。伤害率减2%，攻击力加600。好，现在攻击力是变高了。我再改造，伤害率又减了，靠腰。我改造不完，没问题。伤害率24%啦，我伤害率都全满啦。好来，我买，我再买，我买买买，我买不完，攻击加成，我改造，靠腰，这样是不是变低啦？不行啊，放弃，我怎么那么衰啊？啊，期待してるぜ。我再改造。化け物級のヒーローと戦えるのよ。今日の目的は皆殺しじゃねえ。あ、期待。今日の目的。好了，已经没得改造了，各位观众啊。攻击力687，靠腰。这个好贵哦，攻击力689啊，伤害率来到了33.95%，这样子老爹应该差不多啦，能点的都点啦，已经极限啦。好来，老爹哦，又被这个贪吃狼打下来了，他真的蛮厉害的，坦白讲哦。好，没问题，我们挑战第五名的大王 Big King， 没问题啊。仕方のないことだ。大王的核弹。390万，老爹的神花开了3朵花，我们再来，对面的二郎1000万，对面的豪杰799，老爹的二郎1450万呐、啊，我的二郎还是这么凶哦，哎。豪杰，你怎么只有踹一脚啦？没关系，不紧张，我们等一下再来。哎，靠腰怎么好像会输掉啊？不要开玩笑啊！好，现在来到5-3的节奏。終わりだ。哎，不要不要不要！哎，特步。
我靠你个东西中啊，怎么会这样啊？好，没关系，好家在老爹的火鸟哦相当的强悍，应该还是会赢哦。 Alright Round 3 Fight。 奇怪啊，怎么连大王都这么难打啊？好，对面的火鸟133万，现在是2-2的节奏。基本上他应该是打不掉我，我的独角仙超强的。哎呀，差那一点点啊，差一点点啊。好，辛辛苦苦结束比赛。哎，我们的大王还蛮强的，真的是蛮强的，我没有开玩笑。哎，好，来挑战第四名的安东尼奥。好来，刚刚这个有点险胜哎，大王啊，你蛮强的，你加油啊，让我有更多的对手吧。好，安东尼的豪杰743万，扣腰，一掌就带走了。老爹的二郎，打四只就1200万哦。好，换老爹的。好，杰森，打三只800万啊！如果打六只，不就1600万了吗？果然凶悍啊！好，打只剩下一只啊！不对，两只，一只半残的。现在来到5-2了，对面的僵尸侠砍了一个小将将。老爹的二郎100万，好，换我的豪杰62万。你有没有吃饭啊你啊，我花那么资源在你身上哎，你给我打62万，你对不对得起我啊你啊。火鸟随便也100万。二郎200多万哎，好了，5-2，没有悬念哦，没有悬念哦，赢定了，轻轻松松结束比赛。我们再来挑战第三名的嘎子窝，嘎子窝是吧？来呀，起窝坐，你休想让我睡觉啊！好来。对面的背心大师一件卖99，豪杰830万，我们再来。对面的火鸟鸟300万，300万不行啊！老爹的二郎1700万，豪杰打四只1380万哎、欸，我的豪杰真的变很强了吧？真的强啊，我不是开玩笑，我火鸟真的强，没问题。现在是5-4啊，嘎子窝是吧？现在很少人练这个背心哦，他的背心算硬哦，可惜啊，可惜啊，我的豪杰更强哦。火鸟570，老爹的二郎700万，打有点久哎，哎，我的豪杰也700万啊，差不多强啊。好来，火鸟丢一下230万，现在是5-4的节奏，第三回合。决胜负啦，对面的豪杰810万，老爹的二郎
直接带走对面的背心，只剩下豪杰啦。没问题，轻轻松松结束比赛。最后，我们要来料理这个坦次郎啦，魔界料理人是吧？没问题啊，你还能再击败我吗？仕方のないこと。坦次郎的核弹200万。老爹的食人花开了三朵花。終わりだ。くたばる。对面二郎1000万，没问题啊，才1000万哦。哼，見くびるなよ。对面的豪杰1400万，还可以，还可以。終わりだ。老爹的二郎1310万，对面的二郎 is dead。老爹的二郎自爆了。哎，我跟贪吃郎的阵容一模一样，对不对啊？一模一样哎。对面的猪脚生 is dead。现在是4-3的节奏。哼，見くびるなよ。没问题。3-3，哎，我靠，你个都听懂啊？贪吃郎怎么变那么强啊？哎，好，没问题。老爹的火鸟依旧健在。哎，很危险呢。怎么贪吃狼变那么强啊？你怎么练的？好，豪杰390，火鸟120，换我啦。豪杰500万，我的火鸟。300万啊，有没有看到啊？你怎么跟我斗？轻轻松松，我靠你个东西头！天哪！哎，我打不赢贪吃狼哎，怎么可能啊？好了，各位观众。老爹在练练啊，怎么可能啊？好，那么今天这部影片就到这边，我们下部影片见，大家拜拜。